你们说的，很多人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挺好，就想拍拍我的生活方式。所以说，这档节目如果你想记录我的生活状态的话，就你们不要给我做编剧，我自己做我的编剧就好了。你们谁要是给我写第一集做什么，第二集做什么，我就不做这个节目了。我的人生不是按剧本来的。 跟我之前的节目相比呢，我觉得这个节目充满了更多的未知跟随机性，随机在可能张老师突然一天想去这儿，一天想去那儿，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部署。他是我见过好奇心最强的一个艺人，他对什么都很有探究欲。好，我们可以再得停看，再得停一下。师傅，再得停。我先看一下这堆废的木头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个收垃圾的这个太壮观了。 师傅，停一下车哈，我过去看看，我过去看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。哎，停一下车，干脆停一下车，我想去问问养羊的人，就平时这羊粪呢，他们有没有人来？哎呀，我经常跟我的演员说，我说，不要觉得自己阅历少，就自卑，觉得我年纪太小了，我演不出深度来，不要有这个自卑感。为什么？阅历的意思不光是指你的亲身经历。 好奇心，会帮你创造你的阅历。室内花园现在已经七七八八了，喜欢植物的人一般来说都还是乐观的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活下去啊。有请。我今天约了一个网友来了，哎呦，图克。 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张老师好。哎呀，谢谢佳琪，佳琪你好。Hello，Hello哥。佩瑶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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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佩瑶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这是给您带的礼物，我们一车的植物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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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谢谢。你俩怎么认识的？网上啊。那年，就是这几年之内嘛。 图克就是植物博主，我为什么喜欢他呢？我认为演员如果说什么不明白什么叫解放天性的话，应该去看图克的发的视频，啊，他绝对已经超越了解放天性。过奖了。斩！救命啊！我为了能够收集到这些美丽的笼子，我。 我做这个账号的初衷就是希望有那些完全不了解植物的人，能够因为看了我的视频，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养一颗猪还蛮有意思，就要更解放天性的去表演。要不下了，吃点，挺甜。来，切水果，佳琪给你的。 刀工不错啊，手还在，手还在，可以长出来，还没少。我们其实有五个主人，还有一个曾舜晞，他今天拍完戏，今天他都会飞回来。到的话，你得今晚2点钟。所以呢，图克你也认识他们了。今天带来了很多植物送给我这个花园，每样我都希望他给你们介绍一下它是什么，啊，好。 然后，讲到这里停一停，下面可能有掌声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先介绍三种比较有意思的龟背竹吧。漂亮，这个真的漂亮。叫白锦龟背竹。我们讲绿植，绿植都绿叶的嘛。它只要出现了绿色以外的颜色，尤其好几种在一起，你都可以叫锦。其实它是得了白化病，因为把它生的种子经子播之后，它根本无法遗传到它本身的这种白化病的优秀基因，所以最后就自己做繁殖。我们找到它在茎当中，它长出气根的位置。
就是在这个气根底下这块我们剪一刀，剪掉之后把它埋到土里。哦，所以你买一片就可以繁殖很多。对对对，就玩植物的有个特点，喜欢自己繁殖一片叶子的，大概在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左右，他家里会有很多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叫洒金龟背竹，它也是得了白化病。这个是跟它很像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其实它们的拉丁语名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种族上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们都得了白化病之后所呈现出的这种皮肤表现就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又是一种龟背竹，它的名字叫做巨洞龟背竹。这个很好记。对，它洞很大，就叫巨洞龟背竹。它的叶子是可以长到一米，甚至都是可以的。好，继续。那我们讲花竹呗。讲花竹，张老师迫不及待了。爱上植物的人，我都很欣赏的。我有个观念的，我深信植物是听得懂人，有听觉的，有知觉的，有触觉的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在看达尔文的书的时候看见的。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植物。他跟他儿子在研究植物，他的书里面做了很多实验，证明植物是有感知的。我有个这样的讲法，喜欢植物和认识很多植物，走出去大自然的时候就觉得见到谁都认识啊，就觉得自己好多朋友啊。女生最爱这个的，这一盆叫南美水晶花竹。它的叶脉是有水晶的闪粉的，它是像你们眼影闪粉一样，是布灵布灵的，非常好看。这个叫鳟鱼秋海棠，因为鳟鱼就有波点，非常像草间弥生他画那种波点艺术，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植物称作草间弥生系的植物。最后一个就是非常便宜、好看、好养的得了白化病的橡皮树，我们叫它花叶橡皮树。我早年间我就特别爱买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在花叶里面它算是好看的，算是很好看的。佳琪。刚才说的这些里面，你现在还能记住它的名字吗？你可以走过去。我端过来。这个白藓龟背竹。白锦龟背竹。白锦龟背竹。好，马佳琪记住了90%的字。那个是洒金。你有抢的挺快啊，刚讲完。有挂钩吗？这个有，都带挂钩。哎，是哪一个？佩瑶，佳琪去接一下吧。好的。哎，嗨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请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。哇，你们这里很不错耶。这边，我今天是来探孟姿姐的班，结果她说你要不要进去玩一下？我说哈，然后我说天哪，我连妆都没化。没关系，他们正在弄植物。啊、oh ，好。浇水的话呢，直接往里面的苔藓里浇就可以了哈。哟，我们有一位客人。哎呀，喂 ，Hello， 是。哎呀呀呀，张老师你好。哎，不，你叫我宋文就好了，欢迎光临。哎呀呀呀，来，坐。那个大川去拿多一个杯子，哦，有杯子了。哎，哦，是你很高啊。哈？你很高啊，有没有1.9米？1.9米。刚好1.9米哈，像这种个子，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要打篮球去的？我刚好最不会的就是篮球。啊，这今天真的太好玩了。你 OK 吗？对啊，哈 ，OK 吗？这里这还不 OK？ 这当然 OK 啊，这住一辈子都 OK。因为我喜欢绿色的植物啊，我家里有200-300盆植物。不是，我现在听你讲话，我满脑子都是高启强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你也看了，当然看了，很梦幻。我来才知道你在这边，我是说我可以进去跟那个张老师合个影吗？客气的，我一会儿带你们在这个村里走走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们，佳川去哪里了？
咱们出门走走走去。这狗也是我自己的。哎，那个我捡了一个小流浪狗，叫小白。小白，阿信，叫阿信。来来来来，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。哈，厨房。想吃什么？来个卤肉饭吧。没问题，但没有材料。通铺，都睡着。这个就厉害了啊！即兴表演的训练，哇！主持人确定一个事物，然后表演者依次走到台前说：“我吻了什么谁谁谁。”然后观众反应：“不是吧？”可以啊，比如说我吻了一个桌子，吻了一个椅子，然后拉不出来了，因为这里是东北，便宜便宜了。大川，哎，走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走啊，走啊，走。走。这里啊，现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开始弄。图克呢？图克他走了。啊，走了？对，他可能怕打扰。就走了。对。走，咱们出去走走。这坐的是三轮吗？我在想，我干脆……哎，可以哦。哎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们上。坐。我来开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哇！来，小白来。小白上。那小白坐前面来。嘿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你会开吗？嘉欣，你骑车没问题啊？没问题。冷不冷啊？不冷啊。不冷就行。那走了啊。坐稳了哈。我们好酷啊，我们。哇，这里太漂亮了。前面这个有个牌坊，这里就进村了。这个叫苏庄村。我家到了啊。我姓苏。哦，阿信，你是姓苏的？对对对对对。你会发现它非常干净，它的街道非常干净。是，那村很干净的。对。哎呀，晒太阳挺好。要不要加入一下？可以啊，加入一下，加入一下。哎，阿姨。哇，这不是阿姨喽，这是阿姨的妈妈。阿姨。哎，干嘛？待会儿。待会儿，待会儿啊。我们有些外地的朋友来看我，我就带他们在村里面溜达溜达。对对对。看你，看美女是谁呀？我呀，我住在这个村里呢。说话我也听得有点儿。我演那个黄标那个。哎呀，就是的，像是。是吧？是，就是。我们都是他的跟班。他也是，也是我他大跟班儿。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阿信。哎，阿信，大家好，阿信，大家好，是唱歌的。对对对对，唱一首吧。行，你想听什么？唱父亲，刘坤这个暗唱的，唱一个。我、哦、这个就有点难了，这个有点难。那阿姨，你先唱，我跟着你唱。就自个儿唱，你说用我唱干什么呀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没听过这个。老父亲呢不会唱，他没听过这首歌。什么呀？啊，我有一首成名曲，叫《死了都要爱》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对，我听过。谢谢，嗯，谢谢，谢谢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不是。大爷说：“这歌不要唱，不要唱，别唱，别唱。”那个马嘉祺，他也是唱歌的，但他现在他还在上大学呢，现在大学生。这小伙子真帅吧？真年轻，真好看。哈哈哈你是夸我呢还是？是不是啊？瘦，咋这瘦？长个儿呢吗？我再大个几岁，我开始往宽了长。然后这姑娘叫江佩瑶，江佩瑶她是个演员，林家川。哎好，哎好，她也是演员。对，这种也很简单，见到演员了。不是，太简单了。是见到你们是我们的荣幸。希望你们常来，喝着喝，我家给你拿点水喝去。您家在哪呀？远吗？哎，能去您家看看吗？上俺家看看去。看看就行，喝口水去。俺家属于农村的户，八十岁两位老人，那回头你能看出来？哎呦，八十岁两位老人还都在这儿聊着，这地儿多开心呢。您有八十岁了吗？我看着您也就像六十出头。很会。
那你是夸奖？这老大妈多大岁数了？大妈，我估计七十多应该。七十多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八十多都拐弯了。将近九十了，说话就九十。阿姨九十。爸管什么呀？九十。多大妈咋值钱？人咋不值钱？值钱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现在你就在农村的打扫卫生的，一超过五十岁都不吃香，人不愿意要。爸爸拉稀，你在这个村里面连扫地的都不要了。对，一过五十岁的时候都不要了。我是明年就不让干了。阿姨，我们俩都不是年轻人了，他还能扛两年，我也能还能扫几年，我在这个岗位上还能发光发热。对，佳琪，哎。有没有什么歌送给叔叔阿姨听？大声唱，完整唱一首。对对，完整的，完整的。我知道了，甜蜜蜜，你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阿姨说，嗯，有年头了。哎呦，年头这歌，听过，肯定听过了，听过，肯定听过啊。大点声，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小点声？这也不是小伙子，我是，我就大他几岁而已。来，小马，你来吧。来，我之前是学那个通俗的，然后我学过一首歌叫《映山红》。哎，来，这个好，听起来很厉害哦。是夜半三更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夜半三更的，我给你配，我给你配。来，哥给你壮胆，好下，预备，走。夜半三更哟，盼天明，盼冬腊月哟，盼春风。嘿，若要盼得哟，红军来。岭上开遍哟，映山红。好，谢谢。再来一个。很好。这冻了嘛卡？啥？潘冬的他妈卡吗？潘冬的他妈。潘冬的他妈。潘冬的他爸叫。他妈唱。叫潘金玉，俩都知道。知道你也唱一个，我不唱，会唱我都不唱。我们啊，接着去溜达溜达，你们晒太阳啊。之后再来给您唱歌啊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再来。拜拜。走了，小白。他们唱的歌你们喜欢吗？选的歌行啊，我们也会唱啊。搜索了一下我脑子里的老歌，选择了这个。那叫阿信的，他说他会唱那个死了都有爱，我说不行，合着又换一小年轻的，那小伙儿人家唱的，小伙儿唱挺好的。这几个人里，要让你们选一个跟你们对唱，你们会选谁呀？我们就爱听张老师唱歌嘛，这人挺随和的，挺那什么的。完了完了，宝贝儿，我这都着急了。哎呀，真是太晚了，这是着急了都。可以，你要去做饺子，着急做饺子。哎，我带你们去把村长给请出来，问他哪家哪户最值得去做客。村长在不在？在啊。村长姓什么？姓赵。赵村长。哎呦，死了都是。完了。哎呦，姐，我以前跟老郭来交水费，在这里交。对。我就带几个朋友瞎转。啊。我说想让您啊。啊。能不能带我们在这村里面转一转？能不能找一户人家进去坐会儿？好好好好。手机。那个有没有哪个房子是最老的呢？这里头。最老的。一百多年了吧，还有人住吗？现在有人住，去看看吧。走。哎，干嘛刘二呢？干嘛呢？我们俩在村里参观参观，参观瞅瞅。那村长很好啊。对。街道多痛快呀。对，痛快。这村得多活二十年没问题。哎呀，大爷，您把这村的广告词给定了，多活二十年，长寿村。嗯，您今年高寿？你瞅我多大了？65。啊，65，84。
哎呦，跟你玩吧，哦，玩吧。这是老军人，哎呦啊，军人啊。啊，我原来咱六十九军，董旭武那军队。哎呦，那个是传统之师啊，那个。我是在俺团里边拔尖儿的。拔尖儿。啊，拔尖儿。军人啊，比武啊，两次立功，三次特价奖。不，哎呀，刘二呀。先打一下啊，有什么啊？自个儿弄的？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自己弄的。嘎吱盒，嘎吱盒是吧？对，嗯。吃吧，你们吃吧。我让他们尝一下好吗？对对对，来来，哦，炸的。我尝尝。尝一下，你们吃吧啊。尝一下，不，阿姨还给您，别浪费，别浪费。阿姨，谢谢谢谢，大爷，我带他们先遛弯去哈，谢谢啊。你跟他的相处过程中，您觉得？他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吗？他反正特能聊，也没别的什么奇怪。他对这个事物的认识，他对生活这方面他比较看的比较细。那几个字不是贴上去的，是刻上去的吗？写的，这还正好是我父亲写的。哦，你父亲写的啊？对对，我父亲。你对他好奇吗？我对他好。嘿，这能说吗？这个。好奇就是这么多年了，2009年他就。在这边居住，就是平常他日常，他以什么为生的呀？以前我听说他当过导游吧，是吧？就原来说那时候表演戏，那时候都靠这个流量明星，像他这种实力派的也上不了镜，哎，人不找他，你找那流量明星，像他这种呢，就是那时候就比较没落，他靠什么生计的呀？是吧？